检测你的2022年年度代表色，有点意思哦。你走进一个房间，桌上有手机、钱包、钥匙，你会全部推下去。桌上有杯水，这杯水我觉得只剩半，推下去。我的桌面通常很干净。在人群面前我会感到不自在。周末我喜欢 Gary， 你在哪里？独自一人度过。工作时的我是 Gary， 不要做沙发。我自己的想法跟步调。遇到必须拒绝的情况，我是不得拒绝。你的2022年年度代表色是橘色。什么？明明是绿色。个性鲜明的你，有时候生气，有时候大笑，有时候会吃太多，有时候又吃很少。这有点吃太多会变胖，吃太少会变瘦。被骂的时候会伤心，被夸奖的时候也会很开心。喜欢一片的话，喜欢站家地位，就是说操作的道理。本周的赞助小可爱有鬼父的小女孩、牛咪努、爱陈照照、秋灰灰、K 灰鸡、猪猪、皮皮都是爱哭 baby。我是 Leo Mom， 爱唱古风歌的琪琪、V V 店、波宝、猪猪侠、爱钟凯好帅，觉得鼻妹超赞的辣的沈大豆、猪猪与咪努、阿弟、黄正雅、阿布、爱与光之小胖德斯、鱼之国光陛下、红衣，我在这里啊！学长他老妈 W S Y 8473、苏人红是乖孩子、神秘励志是艳布、可爱的可真真、安妮君、超时空真假、瑞瑞、恒宇水下之家、教。有点没有讲两百。